妈妈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我运动都回来了，运动回来了是吧？我准备打打糊，打米糊是吧？我那些材料都泡好了。妈妈，好多料啊，里面呢，妈妈。不多，不要太满。就像按摩舅舅很厉害，他中了三个奖杯啊，那么厉害呀、啊！哦，舅舅有五个奖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！里面还有吧？哎，这里面是啥？哇，好多奖杯呀、啊！你想不想拿奖啊？想。加点黑糖香一点哈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加了，现在打好了。妈妈加点黑糖，说比较香，不稀不稠，刚刚好。对，上次就稠一点哈。嗯。这次就没那么稠，这种口感会好一点。嗯。加油吧！好香吗？好香是吧？我们现在去红花湖了，出发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。今天呢，我和妈妈带着孩子们去红花湖。红花湖呢，其实我和妈妈呢，在早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带两个孩子已经去过一次了，但是那时候呢，孩子比较小，现在呢又大了一些了，可能这次去呢，感觉又不一样了。红花湖景区呢，是惠州市区里面最大的森林公园，这个景区也是国家五 A 级的风景区。这个景区呢，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以红花湖沿线的绿道建设的很完善，有着惠州最美的自行车道之称。外甥哥哥，我在这里。啊，浩浩走累了，雨辰哥哥抱着他走。小心蛇虫鼠蚁！哇，雨辰已经走到上面去了，好高啊！摔一跤，小心啊！恐怖的样子。终于上来了，这个阶梯。还有一个恐怖啊！还有一个更恐怖的，你说还有一个更恐怖的？这个啊，这个啊。小心点啊，雨辰。下山了，还好给一个蜜蜂吓到了，没事，男孩子大丈夫，没有咬到不怕的。啊，快的，走了走了，我们下去吧。啊，走了，我们下去啊。哎呀，好棒啊，浩浩是最棒的，好不好？哇，走了这么久，这里开始算，全程18公里。车上去吧，因为18公里路程呢，对孩子们来说还是太长了。观光车的车票已经买好了，成人呢是15块钱一个人，然后孩子们呢就是半票，挺便宜的，不算贵。景区有高榜山和红花湖张山路为合的沟谷地区，以生态美与湖景美相结合的水库型风景区。这个景区呢，拥有9平方公里，红花湖为景区最大的水库，其中水库的容积达到1900万立方米，是一个饮用水源地。
这个水库呢，周围有18公里的曲折的绿道环绕，是一个可以骑行与跑步的最佳的绿道，也被惠州市评为全惠州最美的绿道。红花湖景区呢，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景点，这个景区呢还是免费的，不收门票对于很多当地的人来说，算得上是一个良心的景区了。所以这个公园里面呢，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前来游玩。而且这个景区的风景不仅美，空气也很好，很多市民呢都喜欢来这里跑步啊、骑车啊，感受一下惠州最美的风景区。红花湖呢，水库的水质也是非常清的。红花湖的美景呢，随处都可以看得见。个人的感觉，红花湖的结构特点很奇特，而且周边向里凸起，留有一条单向的外流通向外围，感觉景色比一般的湖泊还要精彩很多。尤其是河畔的一路，景色非常的迷人。我们现在呢，站在这里呢，叫做醉水亭。醉水亭呢，是红花湖最佳欣赏湖地的一个地方。看，对，太阳照的，你看。哇，闪闪发光的哈！好危险，对不对？在醉水亭呢，观光车只能停靠十分钟，给我们去观赏景点，然后呢，接着我们就一路欣赏着美景回去。因为总程18公里的话，环绕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，要环绕大概一个多小时这样。在红花湖呢，你可以沿湖走一圈，18公里的路程，美景呢随处都可以看得见。你也可以选择18公里环游骑行，优点呢也是比较省时省力，遇到好的景点呢可以随时停留拍照。整体感觉红花湖比较适合周末休闲放松，因为呢这里虽然不是十分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，但是呢山翠水美，清风扑面，空气特别特别的好。过两天呢是雨辰的生日，然后趁着周末呢我提前给雨辰订了个蛋糕，然后提前庆祝一下。我订的蛋糕呢是熊猫不走蛋糕，熊猫不走蛋糕呢它会有专门的一个人员来唱歌跳舞，孩子们也很开心看见熊猫在跳舞。时间很快啊，不知不觉已经陪在孩子身边已经有10个年头了，有时候还来不及看他们的每一点的成长。很多地方呢我都做得不够好，但是呢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，陪你们一起长大。愿所有的幸福，所有的快乐，所有的温馨，所有的好运都围在你们的身边。